回去啊。什么？走那个商行快一些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室内现在难得走。真的吗？这条路是最难得走的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
色我没拍。嗯。
哎，等等，还有一个，爸爸，我们都拍，我们要照相，我们要照相了，照相，照相，快点，我们要照相了，快来照相，哥哥跟你照相，妈妈手机快点来照相。哎，我也拍一个，哦，快点照相，哎呀，这个快妙哥哥了，有哥哥了，有哥哥。这边转，这是什么？嗯，对，这边我知道是哪儿，这个地方知道了。对，我一直走吧，一直下去就是新天地了。对，知道知道。
往一对一直走吧。你中午说的挺好的。啊、哦，还可以吧。这边吧，这边啊，啊，这边一直走，好。这边这边，一直走吧，一直走。这边是吧？啊、嗯。哇，他们真的不随便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江汉路去了。对，你是在二幺路上。啊、嗯，就是这边吧。你是哪个国家的？什么？我是美国。美国的。嗯。你们在这里上学还是做生意？美国上学。在这里上学。美国。啊、嗯，你过来是旅游的。什么？我说你到这边来做什么？来玩。来玩，一个人来玩的？没有，跟我妈妈，跟我哥哥，什么东西啊？
就是在这边吧。在这里是吧？嗯。好，慢一点。好，好吧。哎呦，你看这急啊！天，好的，是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婆婆你好，你好，对不起，我来好慢。你要我拿什么？拿，等一下啊。好吧。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欢迎社警的，他会打电话过来。社警了吗？但是，是不是已经十二点吧？那这里的声音呢？婆婆已经是四月人了，已经四月人了啊。对，走，那你这样啊，你就先拿去，我慢慢过来的啊。那哎，大哥，你帮我这个拿下来。啊，好。把这个整个拿下来，整个再拿，来，还有上面这个，来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不管。好吧。这个。好。这个东西吧。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。OK， 好。放了。你把这个拿下去。放在哪儿？这来就看这个车子来了。车子在哪儿？车子在下面，等一下。我穿鞋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就落下去。好吧。好吧。明天哦，知道，听到。是
蛋挞。What? No. No. I said no, she's not. Shiny, happy, bing, bong, bong, bing. 那老大没有说他去哪里？老大们现在去这个哪？去那接客那嘛？用那保养在这个看，懂不懂？哎，所以你要能听话。那妈妈呢？你有的在听话，妈妈也不要吃，我不要吃，你们吃吧，对不对？嗯，老你吃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我这里还要药红东西。啊，那啊，懂不懂？摆在桌上，好不好？看啊，要懂事一点了，听到没有？啊。自己决定的事情，自己决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好，听到没有？
沉，可能在刚才那个水的上面啊。没有结婚。关系听到没有？哎呀，那大孩子呢，不能开玩笑了。大佬这里十几岁就自己赚钱了，养一家子。十几岁就自己赚钱养一家。他们那是华人，对不对？男男女都这样子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嘛，家里只有一个嘛，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家里的女孩子，她也要去赚钱到外面去养家；如果这个男孩子，他也要赚到外面养家，懂不懂？所以责任很重，懂不懂？所以你不要很随随便便，好像觉得没什么，自己要奋斗不行的，懂不懂？真的。现在呢，昨天我就看到电视里面，那你都没有看，凤凰台有一个姓石的，石头的石。这是以前台湾这里很有名的一个教授，现在凤凰电视台，现在好多人，好多不止学者，好多好多年轻的人啊，在给他念上课，给钱的哦，在香港哦，好多地方都赶过来哦。他因为我不知道，他电脑里的电视里头的在讲，有人他自己都不敢讲哦，旁边有一个新闻记者就讲，哎，就是是。石老师，你现在有很多学生啊，懂不懂？哦，你的学生都是什么？都是企业家了，都是发明家了，都在给他上课，听他的东西。然后很多不是学者，这里大陆的，上完课了以后，团体，我就是20个，我就是10个，撤过去，到外面去了，不管在哪个，英国、法国就去了东西，然后找，再回来把弄公司。不得了，你看看，所以这个年轻人现在都不得了，懂不懂？所以不要放过，你懂不懂？自己要动脑筋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女孩子那不是女孩子，男孩子啊，懂不懂？女孩子靠男孩子吃饭的，懂不懂？一个男孩子没有真正本事啊，将来年纪大了很苦的，懂不懂？对，懂吗？那等于你爸爸你现在这样，他自己也继续。他这样的退休不怕，手里有笔钱。